都有人又想 follow 問只五毫啊匯豐，我哋頭先其實都有誒講過下啲銀行股啦，但係佢應該鍾情啊匯豐話 Larry Yuan 啊就話而家現價買短線有冇機會炒上50蚊喎？短期我覺得就未必太大機會50蚊，因為如果你50蚊其實都差唔多一成嘅升幅，其實唔係少嘅，以翻匯控嚟計。係。咁但係我諗暫時如果你話真係純粹放一個短期股價上去炒作，咁佢個勢 OK 嘅，因為今日咁樣上嚟都喺翻曬個平台喺樓上，喺翻曬所有平均線樓上。咁所以我諗，如果守住喺譬如45.5樓上行咧，可以望翻暫時就之前48蚊邊啲高位先咯。咁但係我諗，如果破埋嗰啲位咧，你先至望翻50會比較好些少先。係。